大家好，我今天又来拍我的这个牡丹芍药角了可以看出来这个牡丹的花季基本上快过去了我这一株是最早开花的那一颗牡丹因为它只开了一朵花嘛，我只是想为了鉴定它的品名嘛，然后经过群里那个网友大神的鉴定它应该属于洛阳红既然都已经知道它名字了，所以我就把花给剪下来了，然后让它更好的那个长叶长根然后你看这现在芍药就快要开了，这芍药的花骨朵都很饱满了，已经我估计一个星期之内应该会开的，而且长得很大了已经。然后这边有那个针叶的牡丹也基本上快开败了还有一些小的几朵还正在开着，大部分都已经开败了。这边有一颗另外有两颗牡丹吧那边就是洛阳红鉴定好了。这一株的话你看它的那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然后塔形非常多的花瓣经网友大神确认也不是确认吧，就是大致的鉴定应该属于蓝皱绸我会把那个这个名字打在这个视频里面它还有另外好几个花苞我不知道会不会开其实也无所谓了，因为这个品名已经知道了嘛然后还有一颗的话只开了一朵花，然后我把它剪下来了，看到没有，放在这么一个花瓶里面，哇这个花真的是好大呀但是这一株的话还没有鉴定出名称来，我不知道叫什么如果有看到这个视频有知道的希望能给一点意见，看看就是说究竟是属于哪一类的那个牡丹非常巧的是我这三株牡丹基本上是属于同一个色系的，都是那种紫红色的所以还挺有意思的对吧然后这牡丹基本上就开完了，牡丹花季就结束了接下去就看看那个芍药了。对了，这一颗没有被鉴定出来的牡丹应该是属于甘肃紫斑牡丹的一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那个花瓣，你看这和花瓣的底部每一颗花瓣的底部都有一个那个紫色的斑点，看不太清楚今天是阴天，那个阳光不太好但这个应该能够看得很清楚了对吧就是底下那个这个特别清楚，看花瓣的底部有一块那个紫色的斑点，所以它是属于那个紫斑牡丹中的一种如果有知道具体品名的希望能给点意见，好，谢谢大家。